新北市有一名男子在8号深夜11点骑机车行经新庄中正路，不明原因自撞辅大捷运站出口人行道上的捷运灯杆，撞击力道之大，灯杆被撞歪，机车零件四散，男子的头部也受到严重撞击。警消赶到现场时，男子已经没有呼吸心跳，送医后宣告不治，但详细自撞原因需要进一步厘清。这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现场状况。